走吧走吧，走走走，我们是时候该去吃冰淇淋了。送你离开千里之外。我们是真的要去尝那个冰淇淋吗？你们吃过吗？没吃过，真没吃过。冰淇淋？什么冰淇淋？冰淇淋？潮汕冰淇淋？不是，等会儿，不是，等会儿，带引号的冰淇淋。我觉得不是正常冰淇淋。对。潮汕冰淇淋为什么叫双引号呢？是因为它像冰淇淋一样是软糯的口感，入口即化，又是冰冰凉凉，比较像冰淇淋。用什么做的？用冰红茶做的。海鲜。海鲜啊。对，就是最近很出名的生腌。哦。所以它到底是美味的好吃的冰淇淋，还是因为成都其实有那个鱼腥草，其实很多人觉得好吃，可是有些人是接受不了的。对，我觉得刺身吃吗？哦，三文鱼吃吗？吃。的金枪鱼、甜虾这些吃，那其实就是比他们更新鲜一点。更新鲜是什么？一边油一边火的，就是得自己捞，手机眼疾手快，马上。真假？眼疾手快是假的，都会动也是假的，就捞上来就处理完就开始腌，腌完四个小时吃这样子，所以很新鲜，所以肉质是没有经过太多的时间的反应，就当肉都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它就已经被腌好了。对，我觉得会喜欢的吧。走走了，我们到站了同志们。好可爱的，哇，好可爱啊！你好，啊，你好，你们几个人吃呢？我们五个人吧。我这边的招牌是那个龙虾膏蟹。你来点吗？我来点啊。我想要贝壳，贝壳一个拼，然后吃小青龙跟山木蟹跟膏蟹，膏蟹一定要试一下，跟韩国酱蟹有点像，但是又不太完全一样。OK。好，那我们进去喽。谢谢。哇塞，好可爱，这么卡通吗？它这很 colorful。 对对，年轻。馍馍条，我们是馍盖酱。馍盖酱阿妈秀露，秀露秀露就是艳吗？不是秀露，是疼你，疼爱你。但奶奶疼爱你。哎，我们的东，我们刚刚点的是已经到了吗？哦，那么快。这是白粥饭。谢谢哇，谢谢谢谢谢谢。这是白粥吗？就是白粥，这看起来像糯米。这个好吃的。然后这个是生腌三木蟹。三木蟹，对，生的。这个是生腌龙虾。嗯，谢谢。生腌鲍鱼。哇，生腌皮蛋，生腌皮蛋，生腌皮蛋吃起来有点赞。可以，双鸭。喝口粥吧，我觉得。喝口粥润一下肠胃。润一下，润一下。潮汕这边会煮的稠一些。可以吃了吗？可以吃了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动吧。看你看它很久了，试一下吧。片好的，可以蘸点辣椒醋。我觉得不用蘸的。怎么样，好吃吗？好吃，跟果冻似的，一吸溜就进去了。